有超萌的宠物以及酷手造型的可爱游戏普洛岛，将要正式进行展开公测喽，就请大家一起揪团，展开刺激的对战吧。游戏新干线旗下的游戏普洛岛将在10月31日正式展开公测。自前阵子精英封测开放后，许多热心的玩家对于游戏提出的建议与问题，官方也与研发厂商回报，并且进行修正，会以最新最完整的游戏内容与公测呈现给玩家。这次开放竞技场与副本系统，在野外不定时会有超强 BOSS 在等待勇者们，玩家可与工会伙伴组队一同前往进攻，保护哈斯大陆。其中副本有分单人与组队系统，神秘之地中的恶魔城有着超强攻击力的怪物，而竞技场与工会战则开放玩家们来 PK。 想要一探游戏中的秘辛，那就马上一起加入普洛岛吧。